没有办法变，变得很漂亮。可是他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服泥娃娃怎么样继续忍耐下去。结果我们看这个泥娃娃会变得怎么样？他变成了，猜猜看，毁灭了。之后，莎莉亚这时候他就不由自主的醒过来了，然后他赶忙在这火炉的道前面怎样？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啊，太可惜了。可是没办法，他就把这个泥娃娃把它怎样拿出来。第二天晚上，赛利亚又将另外一个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双胞胎的泥娃娃放进火炉，然后就这样就去睡觉了。他会不会做梦？他会不会那个时候他心里那个这个晚上这个赛利亚又在梦中见到了第二个泥娃娃，然后所以这个泥娃娃怎样？脸上是很高兴的表情，还是很痛苦的表情呢？没有，你看他没有笑容了，然后你被火烤得很痛苦，一直什么冒汗，然后虽然他这样脸上表情有一些痛苦，然后身上的汗珠有没有不停的一直滴下来？没有看到白白的汗珠一直不断的滴下来，可是他并没有像前面第一个泥娃娃一样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在说啊、哦、受不了受不了我受不了我要出去，有没有？啊，这个赛利亚他就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他就问泥娃娃说，你难道不觉得痛苦吗？为什么你都哭也不叫我把你从火炉里面拿出来呢？他怎么说呢？这个泥娃娃就一边忍痛因为很痛苦，他就有一点发抖，然后就在说：“我的滋味真的不好受，但是我知道，经过痛苦之后，它会变得怎样？漂亮，它会变得更漂亮。所以，对，所以他要忍耐。那赛利亚看到泥娃娃，他的表情很痛苦，可是他的眼神怎样？很坚定。”他很坚定，他就是我一定要忍耐，我一定要忍耐，再怎么痛苦我都一定要忍耐。这时候莎莉亚很高兴泥娃娃能了解经过痛苦之后他会变得更棒更漂亮更勇敢。这次莎莉亚有没有从梦中醒过来？没有，那就一觉到天亮。到第二天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泥娃娃出来变得怎样？变白了。变白，本来是凹凸凸，对不对？然后他就把它拿出来之后，然后原本黑黑的泥娃娃已经变成白皙闪亮的瓷娃娃了。然后这个泥娃娃辛苦了一个晚上之后，这个赛利亚就说：“总算没有白费，它变得又白又漂亮。”然后赛利亚怎样？帮他小心翼翼画的美丽的服装，还帮他怎样？很精致设计的发型哦，然后跟他弄一个漂亮的什么？小花。小花。好，他现在是已经变得不一样的。他把他画好的瓷娃娃放在哪里？展示柜里面。小朋友看到。经过火烤的泥娃娃，他怎样？喜欢不喜欢？喜欢。他非常喜欢，每一个看到都好开心，好开心。他们每个小朋友都眼睛都什么？睁得大大的。看着对呀、啊，他们说：“哇，好漂亮的瓷娃娃！”我要叫我妈妈买给我。每个小朋友都想拥有这个瓷娃娃。第一个泥娃娃。不肯忍受火烤的痛苦的那个，你猜他变得怎样？密码，对，他被放在，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没有作用，所以被放在什么阴冷的角落，而且有没有？还有什么？老鼠，哇，很阴森，然后小老鼠那里有时候还会啃他的什么，会过来在那。
美丽的瓷娃娃被一个快乐的小女孩买走了，而这个第一个泥娃娃还躺在什么角落里。那萨利亚觉得这样